总统蔡英文今天晚间到台北市大龙洞保安宫出席2024保生文化季开锣式，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内政部长林佑昌都有出席，表示呢，保生文化季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宗教庆典之一。马上来听蔡总统的致辞。保生文化季，从每一年的活动都感到我们台湾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非常感谢我们保安宫团队对文化传承的用心和付出。保生文化季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宗教庆典之一，不仅吸引了许多台湾的民众，还有很多外国朋友也会特地前来体验台湾独特的宫庙文化。不仅是发扬我们宗教文化，也传递保生大帝的救世精神。长期以来，保安宫积极投入公益活动，为地方、为国家贡献许多的心力，也为国际社会带来良善的力量。